Has all the
手机响的时候，我正在看一个女人直播。王琴说她出车了，你来吧。我看了看屏幕里那个已经脱了一半的妇女，心里有点不舍，但还是穿上衣服来到街上。天很冷，但我感觉自己正在缓慢上升。我和王琴平常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他家，一个是如家。我住的地方在两点之间。我打他的电话没人接，见车正向着他家的方向，就告诉司机小区的名字。司机说，哎，正是巧，我也住这个小区。我说那不好吗，把我带到了你还可以回趟家。司机说刚出来，我的夜晚才刚刚开始。司机打开收音机，一个男人说，我他妈的一天到晚在外面忙事的是吧，还不是为这个家。他居然，这位先生，请你不要着急，把你的情况慢慢告诉我们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讲，我早就知道有问题。以前他还在家里做个饭，现在他妈的整天在美团上点外卖。这位先生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有我怎么冷静？那个送外卖的屌男的都送到我床上来了。我的床，我他妈双十一在淘宝上买的床。刚才这位先生情绪有点激动，下面让我们先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。我不喜欢去王琴家里，每次一激动他就老公老公的乱叫，这让我觉得我就是结婚照上那个笑容可掬的男人。司机说，哎呦，你说这屌人活着还是没意思啊。我说嗯。司机说，你听刚那个屌男的，要苦钱还要担心苦钱的时候老婆偷人。我说是没什么屌意思。司机说，正是没屌意思，下这么大的屌雨，路上一个屌人也没有，跑一晚上也挣不了几个屌钱。我说那你可以回家。司机说，哎呦，你不要刺激我。我说你要么就回家，要么就继续开，别他妈跟我在这抱怨。司机不再说话。男人说，我把一切都给了他，房子车子钱什么都是他的，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？主持人，你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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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会在南京的路上等你，一直等到电话都响个不停。我会在南京的街头等你，我会在下雨的街头想你。